完璧归赵。战国时代，秦昭襄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珍贵的和氏璧，便写信给赵王，说愿意用十五个城池来交换这块和氏璧。当时秦国强大，而赵国弱小，赵王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想把和氏璧给秦王。 但是又怕秦王拿了和氏璧之后不给城池，要是不给和氏璧，又怕秦王发动战争来侵犯赵国。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之下，赵王便向蔺相如请教。蔺相如认为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，不可以不答应。赵王问：“派谁做去秦国的使者呢？” 蔺相如回答说：“大王如果无人派遣，我愿意护送碧玉出使秦国。如果秦王把十五座城池划给了赵国，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；如果得不到城池，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的带回赵国。”于是。 赵王便派遣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去。蔺相如到了秦国，在宫殿上把和氏璧献给了秦王。秦王看到和氏璧之后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并且把宫中的嫔妃们都叫来一起观看。蔺相如在一旁见秦王根本没有交付城池的诚意。 便假意说和氏璧上有点小毛病，要指给秦王看。秦王信以为真，就把和氏璧交给了蔺相如。蔺相如接过和氏璧来，马上向后退了一步，靠着柱子站着，愤怒的连头发都向上直立起来，好像要把帽子给冲掉了一样。他大声地对秦王说。 赵王派我来的时候，斋戒了五天，才把和氏璧交给我。现在大王却这样随随便便的就接了和氏璧，显然是没有诚意交付城池。和氏璧现在我收回了，您如果要强夺，我宁愿把我的头连同这块和氏璧一起在这个柱子上撞个粉碎。 秦王不得已，只好假意答应斋戒之后再接受此币。蔺相如知道秦王是不会交付城池的，就暗中派人带着和氏璧从小路逃走，把和氏璧完好的送回了赵国。小朋友们，故事里的蔺相如有勇有谋。 最终把和氏璧安全完好的送回了赵国，他的勇气和对赵王的忠心令人佩服。后来，人们引用“完璧归赵”这个成语，比喻把原物毫无损伤、完好的归还给主人。